在就加入股海大丈夫 Light 生活圈，小老鼠 HIH888 或扫下方 QR Code，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频道，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。欢迎来到股海大丈夫，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诚分析师。建诚老师好。你好，忠实观众朋友大家好。美股昨天其实很戏剧性，道琼本来打大涨200多点，就尾盘居然翻黑。那台股今天呢其实直接开低，但没有想到几乎尾盘收在近乎最低点，跌了128点。但是陈员外，您的股票不但是逆势抗跌还大涨呢，特别是消音股。这礼拜我们消音股一档一档喷，对不对？可能忠实朋友不知道什么是消音股。对，我们在 YT 会有专属会员的消音股，其实就是我们陈盖会员股。因为我们中视的节目哈，我们是现场的，对，没办法消音，没办法消音哦，所以露馅就露馅了，给大家就像昨天不小心，昨天涨13%的那一档，昨天收最高，对不对？今天又大涨哎，今天都到30块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今天一早盘哇，所以那个我说在新贵，好，因为它是露馅的，那我们就不藏了，不遮了哈，25。到30，三天到今天算第四天开高，20% 以上，20%，真的6-5块，好，对啊，20% 啊，20%，三个交易日20%啊，就这礼拜的红利啦，对啊，这礼拜红利啊，你想知道那红利到底是谁吗？他今天还在大涨哦，想知道自己加赖来问，直接加赖来问。另外，老师您昨天的消音，昨天 YT 是另外一档消音，对，另外一档。其实昨天老师你在 YT 里面有小小露出一点点的信儿。它是车用的，对，然后车用跟连接线有关的，连接器有关的，这一档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昨天是这张图。其实我们要 YT 的那个片段，消音片段拿出来重播也可以啦，哦，拿来中视重播也可以啦。Okay、但是我一直跟各位讲哦，就是说我的节目内容很多，真的很多，很精彩，很精彩。我是有料的分析师啊，当然，你们去看我过去一整年，嗯哼，我说一个分析师准不准哦，到底能不能跟哦，嗯。你不是要看多头的时候，我说我一直跟你讲好几次，多头哈，猴子射飞镖都会赚，你买什么股票都会赚。嗯，我说真的，嗯，重点是遇到大空头的时候，一堆利空，这个分析师怎么带你度过？嗯哼，有没有？没错，保守、观望、退场。我跟你讲，100个有101个都会讲。嗯，你只是要听。退场保守观望吗？不是，你要听的是，在这么一个不好的时局当中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机会点在哪？钻石被人家当石头丢出来，没错。别人在退，我们怎么样？勇敢前进。其实去年10月我们一直在讲最坏的年代，最好的年代。对，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对我们来说，对陈诚家族是最好的年代，真的是最好。我说每次大跌，真的都是你的机会。话这样说好了啦，你们都记得雷曼时刻吗？啊，2008、2009，雷曼时刻那时候你还不认识我，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古墓里面啊。来，雷曼时刻的台积电只有30几块哎，那个时候谁敢买啊？大家丢都来不及丢了。你现在回过头看到台积电都到现在，经过了去年的这个低点300多，那都还是10倍。都还是10倍耶，没错。那你怀不怀念当时的台积电？如果当时怀念啊，再重来一次，你要不要買？我告诉你，再重来一次，你还是不会去买它。为什么？你还是被怎么样？外在的被外在利空。你想说，我买30，万一跌到20嘞？哇，那我还是亏30%哎。我1000万真的给它下去，跌到20，我还是亏3-400万哎。我100万下去买，万一30给它跌到20。我还是亏耶，我还是亏30-40万耶，对不对？但是你都忘记一家公司，你只看到这几个月的空头，对，会让你套，但是你都没有想到这家公司未来10年、20年它的长线竞争力。你短短套个几万，那有什么关系？重点后面会让你赚个10万、20万、30万、50万、100万啊。嗯哼，是啊，你愿不愿意好好的去抱着它？所以真正的分析师，要告诉你的是什么？是这家公司的有没有竞争力？未来竞争力，不是在啊，现在美元升息怎样啊？美元升息，那谁不知道升息？是不是？那重点是去年十月美元升到32，全中华民国哪个分析师敢直接在节目公开来告诉所有人？
哎，不是消音哦，哎，消音错了，搞不好不敢拿出来放，对不对？只有会员知道，直接公开，我直接公开耶，完全不遮不掩。我可以把那天节目拿出来放，我记得我们在中视有是不是有重放过、重播过，对不对？好像有。来，我是全天下直接公开来，在十月你们每个人抢着去换美金的时候，我告诉我会员说，而且是公开来对着所有看我节目的三二以上，三二以上给我换，马上换回来，没错。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，你还看到32吗？没有，真的，一度还跌破30块，有，对不对？这真的是老师都是预告在前，讲在前的哦，都可以让大家共同做印证。那重点，老师，我们回过头来，这支昨天的消音股，建和星嘛，啊，直接公开了，老师，公开了，成员外真的是。我想我们现在中视看我节目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当然，当然，我们总是要。好，给红利、啊，对不对？成员外的大观员，哎，开放给大家一起观赏，总是要开放给刘姥姥进来看一下，来观赏一下，哎，除了有梅花、桃花、杏花、樱花，来，建和星是3003的建和星，昨天你都看到这一张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一排没遮哈，照理说我这一排都要遮了，不然你这样猜出来，有些人厉害的真的会猜出来、哦。这个它是车用，电动车，光车用范围很大，再加上连接器。缩小范围，然后昨天再涨到了3%，然后去对比对照，可能有些人厉害一点猜出来了。那但是呢，因为老师昨天在 YT 节目当中是消音的，然后教会员朋友要怎么做操作。3003的建和星今天哦，在盘中又再涨了3%，今天大盘是下跌，而且是大跌的哦。但是建和星居然还能够逆势抗跌，盘中还一度的涨了超过3%以上。今天最高到76.76，是啊。76，今天76涨3块，对，对不对？很漂亮啊，3块，再加上昨天，对，好，这样子差不多10%，再加上除息2块，因为他前几天才除息嘛，是啊，我们一定是报过除息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来，7块，10%，嗯哼，就这样赚起来了，这就是操作，是啊。你赚到了吗，亲爱的好朋友啊！如果你也想要跟上这样的操作节奏，来小老鼠 HIH888 直接跟上。另外前天的一档消音想知道的一样加赖来询问了。好，这档建和星来哦，还有微风。今天有一档股票很飙了哈。今天大盘跌一百多，我们还是有股票会这样子讲。礼拜一、礼拜二，老师你在挪移的时候，大家其实都看到了。对不对？挪移那个威刚的时候啊，威风，对，你们都知道，让大家秀威刚，然后金拓科，然后威风。讲这个要回答回过头来讲这一个啦，还是这首诗？这个礼拜我4月10号回来中视之后，礼拜一回来，我们整个3月带大家打了一场完胜漂亮的胜仗，全力打，我还在3月底说集团作战作为档。对，还没做的，不管有涨没涨，我都给你开牌嘛。没错，所以我就给你开了环球金跟台盛科嘛，对不对？好来，这档威风，它是不是在去3月曾经飙到255？那时候集团做账嘛，它有。可是255又遇到怎么样？又遇到月底。矽谷银行啊，后来什么的又下来，又很快杀回，打到330以下，230，对不对？330，好，230以下，230以下，好来。我等一下会跟你讲，那一波到330以下，我们怎么做？我一个分析师哈，敢把自己的私底下的操作完全公开，我说我是人前人后，都一样。不是你看了好几年，你发现怎么奇怪？拿出来讲都涨，然后呢，私底下操作乱七八糟都不敢交代，有没有？我不是哈，我现在之所以会是我们公司在网络。YT 里面人气最高的分析师，真的，我来投顾现在才要进入第五年，满4年而已。但是我们公司很多分析师嘛，为什么我才知道我的 YT 可以全公司最高？一定是我在我的网络世界，对不对？看手机的人，很多在，对不对？订阅在看，有我的江湖地位啦，我的江湖地位就是因为我不遮掩。我都实实在在跟你做交代，很真诚。我是不是在前几天告诉你说一筹眉粉，对不对？退残妆，有没有？眉粉为什么退残妆？因为冬天哦，结束啦，结束了。对呀，涂抹猩红上海棠，春天来了啊，海棠花来了。可是呢，开到荼蘼花事了，春天就过了。春天的最后一棒，开到荼蘼，
就是尾声了，第一季结束了啦，对，春季结束了，时时天急，出煤强，所以第一季在飙的，甚至三月拉尾盘在飙股票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，那个荆棘刺。你如果不是跟着我做，你要小心。于是呢，来，它也是集团股啊。我第一季。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讲，我看好台清交成顶尖人才、中日前前这些股票，一档一档都几乎给你标一倍出来了嘛？艾普到三月营收公布，哇，33%，这月增60%，我一看我就知道啦，利剑大人了，我一看就知道啦，飞龙在天，利剑大人啊，亢龙有悔进去了没？今天跌14%，过两天那300块破了怎么办？来，他的节气啊，你看到没？时节啊，我们前两天我就提醒你，我说第一季，春季已经，我说花开到荼蘼，对不对？他写花事了，我也讲春事了啦。好，来，时时天急，出美强，你小心被扎到。嗯哼，扎到没？艾普其实连着两前两天看艾普利空去买的，你扎到没？艾普是不是我一月以来我一直跟你讲，一直跟你交代，从进中市，我说300块以上的艾普我已经出光了。我们跟你讲，好，来，那其他 IP 股一样啊，他们都在三月份，其他 IP 股都一样哦，对不对？这些股票，我想你至少会有半个月时间，我已经告诉你，对，它即使创新高，都不值得你去追。我还提醒你说，你现在高档，你赚个当冲，像有人很喜欢冲艾普啊，对，我说你冲个5000块，你很开心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下来14块，这一波。340到现在313万了，哎，5000块的当冲你赚一次3万块就没了，一成哦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这就是节气，没错，这就是我讲的，春末了，开到荼蘼花事了的原因就在这边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这几天除了我的励志，我们重新，我们不断的。来回价差操作，全离至到320，我们306、308、310接的320都出掉了，对，最近接到322嘛，308、322，这就节奏嘛，是投信外资砍我接嘛，是不是砍完有人拉上来，那我就怎么样，我就走人啊，对，就是这就节奏啊，操作那一样啊，我们已经第一季完胜的股票，接下来该怎么操作？老师能够，你如果还在这边高档做来做去，其他人在带你这边花拳绣腿的，啊，你要小心哦，你不要为了赚3-5千块，赔掉3-5万，你被哈、被刺到，被14天级出煤墙给扎到，好吗？刚刚讲到威风电，其实威风电也是黄董的股票，黄董股票不是那么好驾驭的，所以今天送各位这一句话，方向对了，努力才有意义，对呀、什么意思？你买的股票方向要对了，方向对了，你坚持才有用吗？前两天不是告诉你说，对不对 ？M31，带你去空在230、300，对不对？你的方向是做空，你方向不对，你一直凹，凹到三月底，大家都融券回补了，嘎到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券资比嘛，会嘎到完嘛，果然很多人不认输嘛，你想说你要撑到最后。股价总会下来，那如果第二季营收又好起来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融停资停券的时间过了，你就继续再给它空回来。那如果第二季、第三季营收越来越好，那你怎么样？你还要等到 M3 要给你跌回300块以下、可是在这段时间，你可能错过多少？你看我们刚刚讲多少股票，10%一倍的获利了嘞，是啊，是不是？我说股票只给你空到下市，那你也是赚一倍而已啊。要有逻辑，要有那个观念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方向对了，努力才有意义啊！你做错方向，那是徒劳无功的。做错方向，你再坚持有用吗？没用。对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明白。什么叫方向？方向就是我讲的产业趋势。对，其实这个老师一直在印证。产业趋势再搭配我的三头斜照雀相迎的心法，你永远怎么样？跟着我胜率100%的操作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什么叫方向？这两天我说我这一年，我今年的主轴，我前几天我有给你开，我说今年的主轴全年打班，我会带你做什么？成熟制程、高速传输，
有没有？嗯，好，这几个面向是不是？工控还有工业电脑，来，高速传输啊，微风电啊，是。微风明天就要除夕，今天拉高，今天到23、23、243，对，最高243。3月21，嗯，潜龙班有，对不对？嗯，初九潜龙勿用，925，哎，对不对？来，225买多少？225，是啊，潜龙班也有晶拓科啊，你看到了没？老师也都开给你看了，我不是都亮，全年打班有晶拓科，对不对？你看潜龙班有晶拓科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三月来参加我。不管是全年打班、潜龙班还是清代体验班，是你都有这一档晶拓科都有。可是在我连假回来之前，我都没有跟你亮过这一档。对，有邀约各位一起来拥有它、哦。但是我有告诉你说，我还没开牌的都是山头斜照，是你来你都赚得到。嗯，有没有？有。也告诉你 IPC 大佬，我们不要找布局的44445，对不对？对，几乎就是去年的低点了。低点有没有？来，三月来。桃花正开，你还可以买到55，还 OK。昨天是不是到67？对啊，是不是照样赚？是，对不对？嗯，一张至少有10块以上价差哦。我们带你去买这个丝丝天级出眉墙，让你去扎到手，没有啊？都是山头斜照。我有再带你去追爱普吗？追翔硕吗 ？No。追普瑞吗？1000块以上的创意跟四星 KY 带你去追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？中股票高处不胜寒。我带你操作，你很紧张，我也很紧张，那何必呢？我们要买的安心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我都告诉我的会员说，你们哈，如果是有白天还有工作的人，你就是乖乖上班，专心工作。股票我带你做，你就放心跟着我，因为我绝对不会带你去买高处不胜寒的。嗯哼，好。那如果你退休的呢，你就好好怎么样，跟朋友下下棋啊、去打你的高尔夫啊，下围棋啊，游山玩水，对，像我的老丈人喜欢下围棋啊、哦、对不对？然后呢这个如果你是陈爸陈妈也很喜欢游山玩水啊，对 啊跳什么圆机舞，我爸妈跳一早去石门水库顶跳圆机舞啊，运动多好，对啊，然后呢身心，然后呢到处走走玩玩，不然就怎么样、跟朋友去爬山啊，很好，或者吃早午茶啊，下午茶、当贵妇，那多好嘞，优雅自在，对不对？你这些要不然参加什么旅行团，对不对？你这些钱我赚给你，对啊，你就跟你老师稳稳的富贵稳中求、啊、四天连假你出去玩的晶拓科是不是帮你买单了？幸福有吗？有，是不是10张6万啊？对啊，7万、10万、10万都有了，对不对？你日本的旅行团都、OK、我是帮你买单啊，莫骗你，没有啊。好，回过头来看微风225，今天243，今天243，全天打班，全天打班，微风有一天杀到330以上，我们是不是在三月底推全垒打班？对，你有人进来、我觉得我如果带你买在240，240附近很危险、所以那时候你们有进来的，你们都知道，我的call讯带你去发买晶拓科，就是没有叫你买微风。嗯哼，好，中视的观众，你后来有来参加会，你都知道哦。我现在讲你都可以印证哦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不会带你去追高，是。我要让你买，我会等到拉下来。就那一天，微风正好杀下来，全台股都在杀，是对不对？好来，我们挂224，我们挂224，224我们买到。我告诉你，那一天最低225.5。我一般call讯我都会上下三档，对，老师都会发一个上下。如果224上下三档，你就买到了。对。可是因为你们很听我话，所以224你没买到，没买到，我也没让你追，暂时没让你追，因为再观察一下。是。有没有？就是操作啊。我没骗你说，来那天224，你看我买到了没有？老师实实在在的。好来，这个是3月29，对，好来，连价钱。昨天，昨天手上没有微风的，前两天的微风又到238、239，有再冲一下。238、239，昨天不知道怎么样，莫名其妙就下来，杀下来，333、233、233、234，来你看我们。234进场了，上下三档自己买进哈，老师都发讯了。昨天，昨天一定买得到了。234，昨天买到，今天243，23,000，困境没又快10,000，是有没有节奏？有没有节奏？对，买点决定你的胜率。我把全垒打班，你去上个月月底，我有限量2天，到连假都有人陆陆续续来，对，所以连假来的，你昨天对不对？你都有买到，那今天你就赚到了，
是不是？明天除夕了哈，明天除夕了哈，除夕知道怎么操作？哎，想知道吗？你要跟我做高速传输的微风电，是自己来问，广告时间直接跟上，直接电话打来问 ，OK， 好不好？好，来想跟上，那因为黄董的股票不好操作，不论励志，不论是微风电，好，你想要跟着老师一起操作成概股，小老鼠 HIH888， 另外你想要知道前天消音的那一档，三天二十个百分点那一档，到底他是谁？自己来问，小老鼠 HIH888。好啦，今天在春风里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会员给我们的回馈，嗯，好不好？很棒。我说我有个会员哈，他每次每一次的操作，只要赚到钱，他就固定捐钱，会回馈，他固定就捐2000块，回馈社会。所以他每次捐的，他就会拍给我，拍给我看。好，所以我看他这样一年哦，这样捐一捐不少钱呢，好几万呢。这也是他的一份心，他一个心哈，这是一份心。好，不论金额多寡，这是心。他写哈。谢谢老师带我赚钱。嗯，他连木栅一间老公寓要不要卖，他都来问我。就是一个大姐把我当作邻家的弟弟一样在看待哈。嗯，我对我的会员也是这样子，以诚相待。我们都是以诚相待。我叫陈建成，为什么我叫陈陈？我这个就是提醒我，跟大家以诚相待，真的真诚待人。他最近。他知道我喜欢读诗、读书，所以他最近哦看了泰戈尔的一个这句话。对，泰戈尔其实我们之前讲过《长夜将近》，对，《长日将近飞鸟集》有没有？有。你曾受伤，我也看见你的疤痕，但是我知道你会痊愈。那是在10月份，对不对？一样啊，你的股票曾经套牢，你也受过伤，但是你会痊愈。只要怎么样，你跟对人，好吗？做对选择。他说：“把自己活成一道光，哈。”把自己活成一道光，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。泰戈尔，嗯哼，他看到这一句话，他想到我，是，他就贴给我，嗯哼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老师，我觉得这就很像在讲我了，哈。”所以接下来，希望他以后他自己也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道光。嗯，没错。我4年前来投顾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期许自己，做各位生命中的天使。所以我在每一个消息里面。我都跟你讲真话，大家带你看消息的标头，我会带你看新闻背后的真相，那是我作为一个分析师该有的社会责任。你跟我的关系呢？我跟各位讲，我们是怎样？我们是战友，很重要哦，这个观念你要有。你们都知道这句话吗？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；子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很多人常听到后面那两句，你们都觉得这个是。婚礼讲夫妻哈，对，在婚礼中我讲那书只有读一半哈，这是《诗经》的集古篇哦，他讲的是战友。集古篇就在讲的是战友，所以我跟你在古海江湖里面，我们是战友。老师牵着你的手，我是战友。如果你的过去操作不顺利的，来，你跟我死生契阔，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你过去受了伤，你过去亏了钱。你只要愿意相信我，愿意接受，慢慢变富，不左看右看，不炒短线，我相信你失去的那些，我都可以帮你一点一滴的找回来，通通再赚回来，好不好？今天节目就到这边，那股海大丈夫陈建成带你富贵稳中求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现在就加入股海大丈夫 Light 生活圈，小老鼠 HIH888 或扫下方 QR Code，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频道，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